大家好，我是钟来峰。在我20多年的开业生涯中，我常常觉得一个困扰的事情之一，就是我似乎没办法做好很好的客户服务。所谓没办法做好很好客户服务，就是以我们诊所为例，我们诊所是一个专业分科协同治疗的诊所，意思是说每一个病人只要是颧口重建，他会有一套治疗计划，这套治疗计划里面会详细记载他要哪些牙齿要 OD， 哪些牙齿要 endo， 哪些牙齿可能是不是要做矫正。然后每个人在只要我手上同时有5到10个病人，通常是超过这个数字，那他们就会在各个不同的地方去洗牙、植牙，不是植牙，比如说 OD 啊那些的。好，那等到他们有一天约回到我手上的时候，我会发现，天哪，这个病人为什么我好像很久没有印象？那他这个牙齿 endo 了没 ？OD 做了没？什么什么做了没？我发现，同时我要追踪10几个病人，几乎是没有可能。有没有一套好的组织架构，或是好的一个设计，组织的设计，让我们可以有找到好的人手来帮我们做这些事情呢？一般，因为我们在学校其实没有做这方面的训练，所以我们会发现，对我们来说，设计一个组织架构是非常的困难，因为我们要先了解非常多的东西。假设我们以制造业来看好了，好。这是制造业的组织，就是他们分工的情形。比如说以 BMW 来为例子来解说好了。 BMW 生产一台 BMW 是由生产线的员工来生产，然后销售是由汽车业务员，你知道那些许多的 BMW 的超级业务员，然后服务的方面是比如说车子有问题是汽车业务员来服务，或是保修厂的技师来服务。那以牙医诊所来对比的话，生产一定是医生的，因为医生是不可否认的诊所的主要生产单位。比如说今天医师请假休息，那诊所大概就是要关门了。好，在销售部分，销售对比牙医诊所就是比如说自费的讲解，还有我们比如说治疗计划的比较，不同治疗计划的比较，拔牙须知、植牙须知、术后须知这些东西的讲解，那这些通常也都是医师来讲解。那在有些诊所已经也会有进步到让柜台助理来帮忙做这些。那在服务上面，如果我们做的任何的医疗有了问题，当然是回来找医师。可是除此之外，其他就很少。比如说我们很少会打电话问别人说，你这个植牙做的有没有什么问题啊？比如说，你是不是昨天的手术让你有没有什么不舒服啊？这样，在医生是很少去做这些的，打电话去问病人的事情。那如果你觉得制造业离我们太远，我们来看看，服务业好了哈。比如说，我们以保险业务员来说，一个产品设计，比如说产品设计是由精算师或是他们有内勤的做保单的设计，然后在保险的保单的销售当然是由保险业务员来销售了。你知道有很多保险业务员是超级业务员，他们可能年薪都上千万，那因为年薪上千万，所以他们通常会做很好服务，他们不仅在专业上提供你很好咨询，他们可以比如说定期的问你需不需要他们的协助啊，他们你可以看一些超级保险业务员、超级业务员的一些书，你就发现哇，他们做的服务真的是好的不得了。那么定期的生日卡片啊，这些是绝对是基本功。可是对比我们牙医诊所来讲，产品设计、治疗的提供当然也是医师，我刚刚讲过销售也是医师哦，有些诊所有柜台助理服务。我只能说少到不行。我常常在想，有没有一套好的系统，或是好的组织架构？因为大部分现在每个诊所，尤其是规模的大小不同，小的诊所几乎是没有组织架构，就是一个医生加上几个助理，可能还有一个医生娘帮忙做柜台。那有没有办法设计一个好的组织架构，让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医疗、我们的服务做得更好呢？所以，我们先来看看一个组织发展需要的基础的8大功能，我们看一下这张图啊。组织发展基础8大功能就是行、人、身、材、眼、总、资、管。我大概解释一下它代表什么。行就是行销、业务和客户服务，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行销、业务这些的处理啊，谁打电话给病人问安啊这些的。人就是人事、行政、
人资发展啊，怎么样招聘更好的员工，这些等等的。生就是生产管理、产销协调，大概就以诊所来讲，就是我们医生的工作了哈。其实医生的工作应该在这一部分，生就是生产管理这部分。然后财就是财务会计、内控稽核。好，再来研就是研发管理和产品的开发。总就是总务、行政管理等等的。好，资就是一般的 IT 了，一般只要稍微有规模的公司，它都会有 IT 部门，就是包括主管资讯的整合、资安的控管。管就是管理制度的设计、组织发展的监控。好，因为这些东西实在是太复杂了，我们哪一个人学过刚才这几个组织八大功能？其实很恼，因为常常我的同学、我的朋友会问我说：“哎，你们诊所组织架构是怎么做的？为什么我看你常常事情不太多，只要管理诊疗事情？”我们诊所的终极目标就是希望能够建立专业的分工的模式，也就是说，医生在这个诊所里面只要做医疗专业，其他有关管理、行销，还有其他各分类的专业，能够有专业的人才来做，这就是我们诊所的终极目标。所以在下一集，我会请我们的管理部执行长来跟大家介绍分享，怎么样建立，我们是怎么建立我们诊所的组织架构，然后您身为开业医，怎么样建立一个适合你诊所的组织架构。别忘了，如果你有任何问题，请在下面留言，也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，等待更精彩的下一集。谢谢，拜拜。慢慢来，慢慢来。二、三、四。Oh my gosh! Oh my gosh!